150米左右，对，100米左右。巴音布鲁克是中国最大的大天鹅繁殖地和栖息地，全世界每5只大天鹅中就有3只从这里起飞。古往今来，天鹅都是纯真与善良的化身，天鹅忠于爱情，更依恋故土。每到秋季，他们都要到遥远的南方去越冬，来年春天又不辞劳苦飞行数千公里返回故乡。为了更加清晰地拍摄到天鹅，摄制组组装起了事先准备好的长焦镜头。那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个，一般是在拍摄当中应该是算是比较清晰的，也很近，一对一对的哈。对，算一对就在一起。因为现在马上到了繁殖期了嘛，那么它这一圈在这个繁育繁殖期，那是不是说现在这个天鹅是正在谈恋爱呢？对，正在谈恋爱。